晚婚晚生的状态是不是日趋明显呢？根据内政部六月的最新统计来看，国人平均初婚的年龄是三十一点七岁，男性呢是三十二点六岁，女性呢则是三十点七岁。这个啊，在创下历年的新高，较十年前增加一岁。 二十二县市啊，以六都最明显了。基隆、新竹、嘉义的男性都超过三十二岁，女性超过三十点四岁。那全台最晚婚的城市呢，是台北市，男性啊，是超过了三十四岁，女生超过三十二岁。新北则是增幅最多的城市，也来到三十三跟三十一岁。桃园的部分啊，虽然呢是最年轻的直辖市，不过呢也呈现晚婚晚生的趋势了。 最大的因素当然大家还是经济考量，但是也因为晚婚导致生育率年龄呢跟着延后，为了要提高生育率，现在来看到桃园跟新竹就成了唯二补助冻卵的县市。 很多人结了婚，是不是也不敢生呢？就是担心啊，这个父母的负担太重，因为大家都认为经济压力真的好重。现在呢，以读公幼的小朋友来说，寒暑假期间如果要到校的话，家长每个月要付九千元到一点一万元不等，比起读私幼或是非盈利幼儿园还要贵。 现在呢，教育部长潘文中就说，已经在拟定相关的方案了，也就是每年呢十亿元的经费补助，公幼平日延拖跟寒暑假的照顾要裁家长定而负担，其余的要由政府补助的方式。而且好消息是，预计明年二月会开始实施，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法呢，减轻父母的负担，也让更多人敢婚敢生好养。